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闭了眼，什么走掉。哎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你不是回去处理事情了吗？哦，我然后跟客户已经对接过了，剩下的交代给我同事了。我在公司待着也没啥事，所以我就过来找你了。哦，好吧，那我沾点豆角，等会儿还去我奶奶家吃饭吧。好。春风十里，你好自由啊，感觉你天天出来游山玩水的，像我们每天都有做完的活。也没有你想的那么轻松，天天都要陪着客户应酬，真的挺心累的，有时候搞得跟孙子一样。生活嘛，不就是这样吗？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啊，但是你再坚持坚持的话，说不定会有结果。我要是有你这么好的心态就行。是吗？那你跟我好好学学。早先去哪家做饭吃？好。哎，对了呀，我有个东西忘拿了。什么东西需要帮忙吗？不用，你先回奶奶家，我一会儿过去。行，那我先回家了。好了。谁啊？你提这么多东西干嘛呀？啊，这是我专门买给爷爷的。哎呀，都说了不让你提东西，你又乱花钱。你等会儿还把这东西提到你车上去吧。这就是我的一点心意，我都大老远你提过来了，你就收下吧。你看你提的还有酒，我爷爷从来都不喝酒。那你们过节总要走亲戚吧，这些送给亲戚朋友也行啊。再说我朋友就是开酒厂的，他免费送过的，不要钱，你就收下吧。那行啊，就这一次啊，下不为例啊。行，就这一次。走进屋，然后外面太热了，给你倒杯水。好。你开车也累了吧？你先喝杯水。好。我爷爷在那边摆摊，我去替他看一会儿，让他过来也休息一下。我跟你一块去。好，走。爷爷，别来咱家了。哎，爷爷好。小飞来了啊？对，你啥时候来了？我今天刚到的。哎呀，天在这，你先回家歇歇吧。啊，没事的，不用，我不用休息。爷，你回家休息一会儿，我给他看着。不用，我搁这看着就行。你先别回去吧。你们年轻人到这，到这聊聊天，说说话。你做点饭，我一会儿收了摊就返回了。行了，我先回家做饭吧。好，行，那我先回去爷爷。啊，好，那先回去吧。好嘞。小飞，你回来了，郑州的事你都处理完了？嗯，我处理好了，爷爷。好，是处理好了就走。你年轻人的工作为重，你先把自己的事就处理完。啊，对。丫丫，那样吧，你下午去你舅家一趟吧。你就上午打电话，把他的封禁好了，你去那儿拿他个几块回来。行，那我下午让人生给我送到山下，我去坐班车过去呗。那也中呀。嗯，要不然我送你过去吧。不用了，我舅家离这有七八十公里，而且我晚上可能不回来了，你就别去了。八十公里也没多远，开车一会儿就到了。再说我送你也方便，你也不用来回倒班车了。那也行啊，丫丫，那叫小飞送你也中。哎呀，你两个年轻人到路上互相有个照应，说说话聊聊天，不知不觉就到了。那行吧，那你挪吧。该你吃饭吧，吃了饭，你就过去。哎，好了，爷。爷了，能赶一个人凉快了。啊，你咋了，莹莹？啊，哟，我看你今年比去年漂亮的多了呀。见我一会儿夸一会儿见一夸一会儿，我去俺舅家拿点蜂蜜去啊，俺能干凉快吧？啊，路在路车。雨后的阳光洒落，人们都出来了。没带家人，我可能上山采蜜去了。你跟我要不上山去找他吧。行，好嘞。文艺青年很多，如果哎呀，嗯，还有多久才能到啊？前面就是了。你是不是累了？再坚持一下了。好嘞。我是个沉默不语的，靠着墙壁晒太阳的过客。对呀，俺朋友阿肥。啊，舅舅好。哎，你好，你昨天咱爷打电话不是说封禁可以开了吗？然后他给我从家送过来了，他来咱这玩了。好，走，你先歇会儿，我马上上去啊。好。那我下去给我舅采点蜂蜜，你在这儿休息一下。的地方，而我却很平凡。
我走在鼓楼下面，临时的咖啡馆，睡不着的后海边，月亮还在抽着烟，喝醉的亲吻着，快活的人不眠，唯有不真人的小蜜蜂好可爱。对过往说完。哎呀，不是你对象。你干嘛？我洗人家来点玩儿来。走，回家家里就给你做点好吃的。好。来，都加上菜啊，那个赶快吃。哎，好了，舅舅，好了，舅舅。尝尝我舅舅的手艺，我舅做菜老好吃了。之前他这儿住的有写生画画的人都夸他厨艺特别好。嗯，是吗？嗯。当年这菜还不是都是为了讨好你舅妈，你知道吗？嗯。要不是他会嫁到我这儿来。怪不得了，要么说会做饭的男人就可帅，我跟你说。来，阿飞，等会儿，别客气啊。哎，好了，舅舅，好了，舅舅。我给你拿来床被子，因为这边山里边晚上有点凉。你睡觉的时候注意一点，别着凉了。嗯，好的，谢谢你呀。谢啥呀？那你早点休息吧，我回我房间了啊。好。回头转头还是错，你我不曾感受过，想装在借口，想装在借口，你把没有告诉你，装的要说对不起。